into the mirror, following your heart, but the silence to the fear. And you deserve it. You deserve it. Rainy season's gonna go. Now your seeds can grow. Imagine that. You deserve it. Pick up the phone, little darling, I got a bit to say. I'm speaking from the heart, I pray. 好啊，我们要去吃早餐，有没有人一起？有，我们要去了，等我们一下。再加个流。现在57分，走吧。你的卡。我们两个先去吃。芝麻片纹。我们最早到，这里没有，你要在哪里？我没有打呼，完了，我醒了。有，我醒了，我会醒来，我在外面睡不好，我醒来，我就发现在打呼。我需要卡，快点。真的，我不知道我会打呼哎。通常都不会自己听到。不是我睡醒，睡早中都没听到了。拜拜，来吧，上厕所。你说是什么？一群女人。你们房间真是被打到了。喂。化妆，休息的休息，就地躺下。好，就地躺下。你赶快过来。剪刘海大军。嗯，没关系。604。604。对。我要来夹头发了。今天走的是淑女风，今天是决胜负的关键。明天有一天啊，大姐。明天我就乱穿了，明天我要穿学校服。真的？没有啦，开玩笑的。是学校服，我都跟你说。你整理完了，你还要出发去洗什么？好喽，拜拜。超多东西。荒谬的，现在行李先进来，一堆人都搭不到电梯。在疗愈园。还有谁在那边？碰不到就比一个三就好了。一二三，放手。哇！梦想太沉重了啦！你写了什么梦想？拜拜。
三个疯。我要。哦哦哦，耶耶耶耶！我们现在要搭捷运至城市探索，期待。然后我们进城两家小吃，1、2、3。现在我们要搭捷运去市政府台北101。OK， 我们搭到人十八线。你头发好乱哦！你背面头发超乱。我们到了信义商圈，而且都还好，算了。这不是新门，是信义区。信义商圈，我们要去逛逛，走，小组耶。我们来满足张环城的愿望。对啊，但我不会买吧。超可爱的，这是天堂吧。两个人在那边逛都不等我们。我们要走了，我们在 Apple 耗太多时间了，一群三八了。好，我们现在要去西门町，怕乱。然后转站到西门，没有人，空空如也。接电话起来，然后他就说什么，他就逼很久，然后就说什么电话就是可以缴清我的那个房贷，然后我就说17岁会有房子吗？我们到了西门。真的超好吃，我真的想很久，我从国外吃的时候就想到现在，现在中午来吃。准备去士林夜市。每个人头发都很狼狈，很邋遢。嗯。
是零幺四。超狼狈的。拍照打卡超没有道理。你刚刚把一样都说，哎、欸，我老公，快点。你刚刚说，你说你刚刚那一句。哎、欸，我老公哎、欸。哎、欸，他上次超过台北的交挖机可以就是 B O 卡、欸，每台都有哎、欸，哦，超酷的。可以滑快一点，可爱。哎、欸，这个很可爱，这个。好看，我也喜欢这个房子，这个。超多。超累的，不想说话了。嗯？下面房间是这里，没镜子。床啊，大概是这样。我们现在去吃早餐，而且我眼睛好肿。等神车报税。神车报税，你也好肿啊！我眼睛很肿，我真是很肿，眼睛超肿的。啊！完蛋！没有吃米，我吃玉米超咸。今天的早餐超多人。房间窗外的游泳池，想跳下去，好想听。生日快乐！啊，回程哦。啊，怎么那么早就要拍下去这样，好，自拍也可以。好，来，好，我刚刚是有看到一个红色的脸，超帅的，天狗星人。对，大如果你生男生哈，想要来穿衣衣的，里面保温十天，有那个衣柜间，进来穿。可以点选。好，那各位看一下右手边这个教室，它叫圆桌手洗手，是 DIY 教室。好，那我同学往一楼慢慢走，没关系。三楼可以到可以到黄河桑。好，那这个花见小路，然后老街就到过来。好，你们脚步放低一点。是，请坐。超多草莓，看起来超好吃。我买这个吃，这个1亿元。哦，这样，哎，我明天再约好的，我明天再约好的。我要喝点水。成功。
当当，Teddy Bear，Teddy Bear，哦哦哦哦哦，耶！大家，我眼睛有大吗？好，有。好我要一百元，看一下这个鱼叫什么鱼，好像很像海平一样哦，只要只要。好，再次欢迎我们大朋友小朋友哈，我们这边的帮忙请大家现在我们要去大溪老街，首先问你的 Facebook 帮我们搜寻。好，我们有一个新增的东西。干嘛？香蕉。香蕉，生香蕉。这生冻完了。朋友们，对，不要怀疑，是我的朋友们。来，一个在挥手，好，很好。无语住了。好，三个呢，已经不行。哦，我有叫他一个叫什么香蕉，贡丸，对，中间那个叫贡丸。哎，没有，现在中间那个叫苹果，他发粉红色裤子是贡丸，简称香蕉苹果贡丸组合。真假？真假？真假？我们，我们新单北北去。嗨，你好，弟弟。一二一二三，还太比太。Will you listen to my confession? Could you become my redemption? When you need that position and you pray.人手一把，造型先接着走。要回去了，我们要去吃午餐。吃午餐。听说大溪老街，对，听说导游说，不是导游说那个领队舅舅说很好吃，今天。你没有看到我前排在点餐。这这这，哎，下次再去怎么样？味道怎么样？证据证据。就今天有肉吗？真香。过一招哭了，过一招哭了。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大包小包的，对，然后，那我们下去。